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呢一期嘅极客闲谈。先跟大家报个平安啦、我是没有事的，但是另外一个三文鱼最近好像挺有问题的。不过放心啊，我还是回来给大家出了长策了，就是 KT5， 大家一直在催的 KT5 长策终于来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催是因为它的价格还不错，然后觉得它性价比应该挺高的。因为我实战出测的时候也说这双鞋子还挺不错，整体印象跟我当初开箱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出入。后期没有很翻车的地方，所以大家听到这里应该可以长叹一口气。那接下来的话，让我们看一下它长测打分的表现怎么样。首先缓震方面，我给了8分。这个 A Flash Foam 是不是代表了安踏最高的缓震水平了？应该是了吧？我觉得它估计要用在非常多的篮球鞋上了，并且不停的迭代更新，迭代更新。可能是这一代是 A Flash Foam 3+，下一代是5+，或者是什么 Plus 之类的。至少在接下来几双安踏要推出的球鞋里面，应该不会有什么非常亮眼的中底科技了，所以它大概就是目前的最高水平了。整体感受与初次上脚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无论是我做各种干拔跳的落地都是非常舒服的，双脚落地还是单脚落地都不会觉得震脚，并且它从头到尾都能够保持不错的缓震，没有说因为这个中底调得更加轻弹而导致容易踩扁之类的。基本上经过长测之后，现在上脚还能够感觉到不错的缓震。如果你要问我一双鞋子的缓震大概会用在哪些地方的话，我觉得总结来说应该是3点：跑动、起跳以及落地。 KT5 第一帮就属于跑动和落地都非常舒服的鞋子，但是就起跳这一动作来说，它就显得比较平庸了。不是说你穿上它之后就没有办法像平时那样子能够高高跃起，我相信本来非常能跳的人穿上它之后应该跳的也非常高、比如说云南滑翔机、之类的大神都能够穿它有不错的表现。但是我要说的是，它的风格并不属于非常劲爆的那种类型，就可能某一瞬间或者是某一球它没有让我的双脚或者身体非常兴奋，从而达到更好的表现。但是这是非常不好的，千万不要学我，球不进就赖鞋子，要赖就赖你在健身房训练到非常累的时候没有再逼自己一把突破自己的极限，而是选择刷刷手机滑滑水。让我们来看一眼它的拆解键、真的是非常经典的布局。前掌部分是3条沟壑，能够增加灵活性，中间部分的话是一大块 TPU 放置的地方，后跟有非常随意的打孔、可能是按照心情来的，能够减轻鞋身的重量并且加大形变的空间。前后离地高度和弹球测试成绩也分享给到大家。前掌离地的高度是14毫米，弹球测试成绩是51厘米左右，后掌的弹体成绩是55厘米左右，后掌离地高度是23毫米，前后落差是9毫米左右。最新成绩也分享给到大家。抓地力方面给到9分的高分了、这个纹路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云测评都会觉得它的抓地力应该是非常好的。整个纹路的设计有点点像是结合了指纹以及波浪的灵感，跟我之前简单测试过的轻骑兵三代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这双轻骑兵三代反而还有根据足底的一些结构啊来进行切割， KT5 这双就反而没有了。我感觉我之前是不是讲过这一段啊？实际体验下来确实也没有很翻车的情况出现，只要是你打球的场地条件比较正常，不会非常多灰，不会非常多水，那么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它都能给你不错的抓地力。像在室外这一球拿到球之后，我先突了一步，这个时候要注意，其实我一直是抬着头观察队友的情况的。我看到一个队友跑出来，但实际上他夹在了两个防守者的中间，我要是把球传过去 90% 会直接被追防我的人直接拿掉，所以这个时候两个选择，要不然我就直接投，要不然我就再继续突继续找机会。结果我再往前一步的时候，就发现另外一位防守人向前补我了，并且我的另外一位队友已经在往这边切入了，所以选择很简单，把球传出去就搞定了。一顿解说猛如虎，有的没的都把细节加上去了，只可惜球没进，这是比较遗憾的。干净的室内一样没话说，抓地是稳稳的。这里我尝试了几次切入内线要球，虽然我不是那种底盘很低的小个后卫，身体倾斜不会那么厉害，但是我想如果是作为一名投手的话，可能经常会需要出现接球就投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很考验鞋子侧向的抓地力了。众所周知啊，库里六代就做了一个让人费解的设计，在外侧加入了一块塑料片，导致容易出现侧向打滑
滑的情况。那么这种 KT5 低帮，包括它的高帮也一样，虽然没有做出相应的防滑处理，但是它也没有翻车。只不过我觉得如果它能够在下一代加上一些侧向纹路的上翻，估计会有更不错的效果。抗扭方面我给了8分，不是给大家洗脑，但是这个抗扭片真的非常重要，至少在这双鞋子里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它的鞋身全是织物的面料，是比较柔软的，中底材料也是经过调整之后变得比较软弹。那么整双鞋子的其余部分其实没有办法为鞋身的抗扭出一份力。我们可以看到前后掌的弯曲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容易的，但是中足有了这块抗扭片之后，保障了整双鞋子的抗扭底线。给大家看一眼整个中底的抗扭配置啊，一块非常厚实良心的 TPU， 再加上外侧这一块装饰，这个其实就是装饰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用，但是这块黑色的 TPU 真的是非常大，并且非常厚实，三道杠加强筋也是非常给力。把它放回中底上面，然后用我的脚去踩它的话，就会发现它的设计非常的合理，前掌趾骨的位置刚好踩不到 TPU， 后跟也完全不会踩在 TPU 上面，也就是说在不影响正常穿着的情况下，它将这一块 TPU做的尽可能的大了，这个其实是比较良心的，毕竟它完全没有必要。假如它缩水一点的话，其实我们也感觉不出来，不拆解的话也不会对比出来。在这种形状的 TPU 上面，它应该算是排得上名号的了。实战中最考验鞋子抗扭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我们对抗的时候，以及在进行变速的时候。当然如果你能够在高强度对抗的同时进行速度上的变化的话，那么就需要更强的抗扭配置才能够提供保障。其实这也是在告诉大家，打球的时候有对抗的人，或者是非常懂得变速，就是有节奏的人，已经是有一定实力的了。但是如果你想再上一层楼的话，那么不过像你应该懂我意思，只可惜我自己暂时还没有那么强啊，实话实说。因为在我进行对抗的时候，基本上我都是一股脑的死踩油门，根本不懂得变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朋友一直能够跟上我，并且因为核心力量比我强，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突进去。这个时候其实我的右脚会承受比较大的力量，因为我要对抗，我想要往篮筐的方向去，能够感觉到鞋子的抗扭是比较足够的，我的脚没有感受到额外的扭力。防侧翻方面我给了8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前掌合理的加宽处理以及一定的斜度保证了前掌的稳定性，并且它的外底纹路还有上翻的补强，整个前掌是做的比较到位的了。大家也要知道一下，前掌不是说为了增强稳定性就一定要把鞋子做的多宽多宽，其实鞋底越宽的鞋子，就我自己的体感而言，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我脚步的灵活性。像这双 KT5 的话，我觉得它的稳定性以及它的灵活性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不会说非常灵活，也不会说非常稳定。如果说要灵活一点的话，我觉得能够让我想起的就是像科比8代啊、9代，或者是闪击6代这种鞋底稍微窄一点点，那样子的设计会让我觉得我的脚步可以做出更加灵活的变换。但是像这双的话，我并没有穿它做过太复杂的脚步啊，在脚踝保护方面就没有那么优秀了。再次强调，我是非常讨厌这种袜套式的设计的，它总能在视觉上给你一种错觉，让你觉得这个鞋帮好像还蛮高的样子，但实际上真正起到作用的高度其实并没有多少，它撑死能够起到类似于袜子一样的贴合作用，不能提供任何安全感。我穿它的时候侧倾角是60度左右，模拟崴脚的时候，因为前掌有明显的加宽，让我觉得侧翻并没有那么容易，但是脚踝处基本上没有任何支撑，可以说是100%释放了我脚踝的灵活性。换而言之，脚踝保护完全靠我们自己。鞋面支撑我给了8分，依旧是非常稳定，没有什么翻车的情况。你看它的中底侧向上翻那么给力，再加上它外底纹路的上翻，能够给你整个侧面非常不错的支撑。之前有很多朋友在看我开箱视频的时候，看到那个侧向蹬地测试啊，就会说，哇，这个形变这么夸张，还能穿吗？劝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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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啊，冷静一点冷静一点。要知道那个是在一个非常干净的场地，我来回折返跑的时候用非常大的力气去蹬，并且在它一瞬间刹住车才导致这么大的形变的，但实战起来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在做后撤步以及被打的时候都会比较稳，这种织物面料虽然视觉上会让人觉得哇会不会有点翻车，但是放心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哪怕你真的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够，
你还可以将你的鞋带绑在最外侧的鞋带口，这样子就可以让鞋带尽可能的参加到鞋面支撑中，能够增加一点点支撑性。八分了，八分而已哦，不过分吧？我也不是给了9分，对不对？包裹性方面，我给9分。首先再次提醒码数问题，我是阿迪耐克 UA， 基本上都是44码的脚，正常偏瘦的脚型，正常足弓，正常脚背。安踏鞋子我基本上选择的都是44.5码，因为它没有44码，而43码我穿了会挤脚，所以都是统一的码数。那么这双鞋子也一样选择了44.5码。那么为什么我之前说过这双鞋子的贴合感非常不错，并且你还可以自己 DIY 自己的包裹方式，我还要给到它9分呢？一切都需要从这张纸巾开始说起。我试过将这一张纸巾塞进鞋子的前面，然后再配合上厚度适中的篮球袜，能够感觉到无缝贴合的非常完美的包裹感。但实际上我并不是在倡导大家要这么干，就不要真的塞一块纸巾在球鞋里面然后去打球，我不确定会出现什么情况、有可能会顶脚或者出现受伤之类的都有可能。我只是想说明它的前掌大脚趾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空隙，但是这一点并不会对实战有什么影响。撑死撑死我会因为它扣 0.5 分，那么另外 0.5 分就要扣在它的舒适度上面了。还是那一点，它的内衬填充物有一点点偷工减料，到了最关键的部分居然没有填充了，只剩下一层薄薄的鞋面。好就好在至少正常脚背的我是能够通过鞋带的调整来达到舒适的状态的，只不过每次绑的时候都需要花上一点点时间，所以这一点确实是比较扣分的点了，可能省一省又是一笔钱了。整个鞋子的包裹方式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鞋带的调整的。简单来说，脚越宽的人可以将鞋带系在更中间的地方，而脚越瘦的朋友就可以将鞋带系在越外侧的地方。这个的话就留给你们自己多尝试尝试了。耐用性给到8分了，我觉得整双鞋子还是挺耐用的。鞋面倒是没有办法，这种鲜艳的黄色在你踩脏之后基本上就回不去了，但是呢经过长测之后也没有什么破损的情况，还是比较耐用的。中底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点点折痕，相比于初次上脚的时候软弹感确实下降了一点点，但是基本上忽略不计，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现在我在穿搭的话也能够有不错的脚感。外底方面我觉得非常给力啊，因为其实这双鞋子我测的时间是比较久的，应该也会有朋友发现非常多人在催我 KT5低帮的长测。其实我很早就想出了，结果每次要出的时候呢又发现有新的题材比较赶，然后再看一眼它的外底，哎，还挺新的，那就再打一个星期吧。结果就这样子过了3个星期了。整个长测期间呢，1/3的时间是在室外的油漆地，2/3的时间呢是在室内的塑胶地，也就是那个夹木地板。虽然说场地条件并不会非常恶劣，不是什么死亡水泥地，但是基本没有什么肉眼可见的磨损，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设计方面我给到9分，冲着颜值其实我觉得也还好，不会给到非常高的评价。尤其是我选择的是纯黄色，就是这种亮黄色的配色，其实纯色的设计能够掩饰很多颜值上的不足，这个颜色其实也更加容易搭配。所以其实你们可以看到每次我打球的时候都是有进行一些颜色上，就是球衣的颜色上的搭配的，可能你们不一定觉得好看，但起码我自己要看得顺眼是吧。虽然有句话说运动鞋不应该是装逼酷炫的打扮，但是我觉得好看点总是没错的吧。重量方面我也给到9分，单只44.5码的重量是382克左右，比起它高帮的500克出头已经是非常有进步了。中底 A-Flash Foam 缓震材料的重量是90多克，一看起来好像还挺不错的样子，所以我赶紧去问根哥要一下预算13泵中底的重量，结果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泵才60多，但是也无伤大雅，毕竟它们不是一个价位的东西。我觉得380克，考虑到它的缓震、它的耐用、它的抗扭，还是挺不错的了。透气方面我给到9分，整个织物鞋面可以说是比较轻薄的了，虽然里面有一层内靴的设计，但是它也不会非常的厚实，起码是有很多透气孔的，并且前掌部分的透气孔也是非常的明显，所以穿它基本上不会太热。简陋的热水风测试也分享给了大家，先加热20秒钟，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就1分钟突然间过去了，是因为我之前的拍摄没有弄好。其实鞋面上面的温度很快就已经达到了60度，只是我没有拍到，所以证明只要是有肉眼可见的透气孔的地方，散热都是非常不错的。
最后，我们微信小程序极客鞋谈上面已经上架了这双 KT5 的低帮了，有购买过这双鞋子的会员赶紧去打个分。本来呢想混个时长去群里面问了一下有没有朋友，结果各个的回答都是在等我尝试结束了再决定买不买啊。行吧，你们也算挺机智的。可是你自己也没有打分啊。没事，我们还有个会员是打了分的，就是我们的宋哥。宋哥的话，我之前在上海也有跟他打过全场，他是那种速度比较快，然后快攻非常稳的，基本上是大腿级别的球员了，反正快攻得分是非常给力。那么他自己平时穿着比较多的也是交互和科四，因为那时候我看他穿的是科四，后来呢也迷上了交互，并且我发现跟他聊着聊着好像就在跟我推荐A 加居之头了，是怎么回事？那其实这双鞋子也非常好找啊，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其实最上面那双就是了，因为它刚上架，点到最新发布就没有问题了。OK， 我们点开第一个来看一下，那你们就看一下墙上了，我就直接给你们念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宋哥的评分呢，他是给的是81分，最高分的话是抓地给到满分的评价，我也觉得抓地是不错的。那么其他方面呢给的非常均衡，没有哪一项是有硬伤的，可能给的低一点的话就是包裹和重量，他觉得可能稍微重了一点点。包裹方面我问了他，他是耐克42码，然后这双鞋子也是选为42码的。那么他的评价内容，这是一双可以高强度实战的好鞋，入手价不到400，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国货正在进步，最满意的地方是鞋型修长修气编织，前面工艺上乘，外底抓地非常棒，整体溢胶很少，整双鞋子质感是比较好的，没有以前几代的那种廉价感，也没有四代的那种厚重感，性价比比较高。那么最不满意的地方是中底调教还是偏软一点点，不适合速度型后卫，可能更适合前锋。废话，这本来就是汤普森的鞋子，这是他说的，不是我在骂人啊，这是他的原话。 OK， 他最后还上了两张图，就是还挺好看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双鞋子新的时候是非常的艳丽，非常的骚气的。那么最后我自己给出的总分是84分，确实是一双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鞋子，性能非常均衡。如果是佛祖的粉丝买它可以放心买，如果你是投球比较多的朋友，然后跳跃那些也比较少一点的话，买它也还可以。但是如果你的打法非常劲爆，非常不好意思，这双鞋子可能并不太适合你，因为它的风格就不是那么劲爆的那种类型。不是我在黑它，毕竟它是汤普森的鞋子，可能并不会说非常适合你。那么脚型方面，它还算宽容度比较高的，宽脚和脚瘦的朋友都应该比较合适。但是如果你的脚背比较高，那么可能你需要劝退了，因为如果脚背比较高的话，应该勒脚的现象会更加明显。 OK， 这期节目就讲到这里结束了，应该也讲得比较详细了，希望你们听得开心。那么接下来的鞋款也是比较多，所以大家稍安勿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彩蛋彩蛋彩蛋的话跟你们随便聊一下，就是这双是361的，也是接下来我会长测的一款鞋子，呼应一下花真的节目。我自己穿的是44码，然后这双鞋子也选择了44码。那么我跟花真同样的感受是前掌确实是比较计较的，但是我会稍微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是能够实战的。就是在之前直播打球那天晚上，我就穿着这个进行了低强度的实战，比较低强度的，比较养生的，能够觉得这双鞋子的中底反馈还挺不错。但是呢它的鞋楦我觉得是鞋楦了，稍微有一点点偏紧，只不过我还是能够接受，不确定之后大强度实战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可能也会出现很严重的情况，但也有可能这是一双比较适合我的鞋子，所以你说了等于没说了，还是长测来看一下吧。